Hello， 大家好，那我们今天转一下我们 One Piece Bounty Lash， 好不好？那今天的话是娜美生日哎，七月三号的时候啊，怎么才送五个宝石而已？是瞧不起我们娜美的粉丝群是不是？娜美的粉丝群超级无敌多哎，其实我一开始也是蛮喜欢娜美的，因为蛮大的。好了，那今天的话既然是娜美的生日，那我们就来玩一下娜美好不好？然后冠军赛这边的这个图已经不见了，所以代表我们应该是。没有成功就是入选吧，感觉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有可能 maybe 或许，因为七月六号如果有入选的话，应该左边还会有那个吧，但是我们没有了，哭了，好不好？但没关系，那我们今天就来玩一下我们的这个娜美过过干瘾哦。那娜美基本上的话，她也是就是那个夺宝角，所以这边要求应该就不要太高，这个应该可以吧？随便玩一下，我连勋章都没给她，特效都没点满，上去雷一下好了。这只的话，我觉得也还算是不错啦，而且这一只基本上它算是那种就是可以那个偷偷去夺宝的哦，所以我自己个人的话，觉得也算是一只我也蛮想要练的一只角色。只是我们现在基本上这个所有的这个练的环节啊，都在给那个 King 跟我们那个谁了，都在给我们的 King 跟那个跟我们那个大只手罗宾了哦，比较尴尬一点点。然后我们这边又缺那个宝石了，但没关系，直接走起。那这边呢，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，海市蜃楼为自身赋予透明状态，透明状态这个不会被敌人看见，然后不会显示于敌方的这个小地图，不会成为敌方以及队友的这个锁定目标。透明状态在受到损伤、发动攻击、夺取财宝或经过一段时间后便会解除哦。好，没问题。所以这个就是我自己蛮喜欢的，就有点像是我们那个面条战士嘛哦，它可以就是那个就是躲避那个敌人的这个视野，然后再来是导引式的这个打雷闪电，对远距离一定范围内的敌人造成损伤时。此外，对造成损伤的敌人一定给予赋予这个触电状态，技能发动后一定时间内拥有这个踉跄无效的效果。LV 五十追加这个赋予一定速度减少的这个效果。第一段的话，技能攻击力是532，然后触电发动几率是100%，触电时间是6秒，触电损伤是1秒的话会损失100滴哦，那也是蛮痛的哎，6秒，所以总共会损600滴耶。移动速度减少10%，然后效果时间是20秒哦。然后特性的话，使出一般攻击，攻击敌人时以5%几率赋予3秒的这个触电短的这个状态。然后自己陷入透明长状态的时间的话，移动速度增加20%，不可重复哦。这个我蛮喜欢的，因为夺宝手的话，基本上就是要快速的可以到达就是夺宝的场地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的话可以加速，就还蛮不错的。特性一，自己所在的财宝区没有任何同伴时哦，夺取速度增加50%，然后自己夺得财宝时进行一人持续时间缩短15%，并且队伍特效量表增加5%哦。那在特性二我没有打开哦，时间陷入触电状态时，体力回复15%，并且移动速度于10秒内增加20%，不可重复。体力在70%以上时，技能一冷却时间缩短，速度增加50%。所以它基本上特性二的话，就是让别人触电就会更厉害哦。这只其实当初一直以为就是电影版的角色，可能就是没有办法，就是那个再复刻了，所以就是要好好把握时间。但没想到后面一直狂出猛出，好不好？就是不会说很难拿啦哦。好，那目前来说我们是在 S 加位阶，我们来看一下 S 加位阶能不能让我们这只大娜美来。玩一波，秀一波 ，Let's go go go！ 哇，好，那这阿拉巴斯坦的场地啊，沙漠地，我记得好像是晚上才会有龙卷风，对不对？还是其实白天也会有？我已经忘记了，我记得好像会有一个那个龙卷风的这个时刻哦。龙卷风 ，Go go go！ 来啊，让我们跨美姐。这边的话，因为我们另外一只是那个凯多啦，所以就算我们死掉了之后，我们还是可以为队友做一件事情。这一套衣服真的是穿得很漂亮呢哦，这个挖洞的这个丝袜 ，nice 赞 ，OK。哎，我发现他旁边还有那个哎，他旁边还有那个刀哎，粉红色的这个刀，但他拿的是天后棒，这应该是那个衣服衣中的这个设计啊哦，所以基本上他可以就是让他有这个。穿着还蛮漂亮的，主要来说我自己个人是蛮喜欢夺宝手，有那种加速啊，或是隐身的，然后可以当一个三老土的那种，因为这样很嗨啊。哦，然后他是没办法那个的，比较尴尬。哦，他们会加移动速加速，米拉的天炮，然后跑到这边夺宝，夺完之后差不多就显形了。哦，可以哦。这把看来很顺畅哦。哎，哎呦，好险！闪电，桑塔，躲！哎，没办法躲。啊，来来。
啊、哦，来，我来夺这边。他夺宝速度感觉也不会说很慢那种，还蛮快的，还行。就是如果有超出那个范围的话，但我不知道、欸。我以前就是在玩那个谁的时候，我有发现就是那个谁，那个真的 很好用啊。哎，伙伴，我来了。想不到你旁边有透明人吧？哇，他们疯狂在躲我们家哎、欸！先走，先走。各种三老鼠跑步，哼，躲。我们干嘛？爸爸吗？继续躲，继续躲。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啊，我们家都没有人守哎、欸，这样不行哎、欸。隐身，隐身，狂影猛影，疯狂夺宝哎！我的天、啊，我，好，我来，哎，我们家顾好了。好、哦，这边交给你们了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大哥们，我们家一直都有人那个、欸，哭了，什么意思？哎、欸，他怎么打到我？哇，被发现了。对，我们家，哼，我们家这是怎么一回事？一直都躲不完呢、欸。哎呀，完了，完了，我死了，我死了。哇，哭了，没了，狂躲猛躲，最后还是哇，尴尬啦。所以这个守卫者就很重要啊，因为你躲完没人去占那个位置的话，基本上也是徒劳的，好不好？哭了哭了，三老鼠战术失败，我躲了几个，我看一下，我这边。我夺了五个，各位，但是我没有杀任何人哦，所以我的分数很低，所以这游戏基本上还是要取一个综合平均值啊，就是你有杀人跟有夺宝啊，他才会给你比较高的这个分数。没关系，再来一把。好、啊，那这把的话呢，来到了我们的黄金箱，好不好？来看一下这把有没有机会。我们刚刚其实有躲过蛮多次那个就是大战的一个地方，有没有？我们就一直在旁边穿来穿去。就还不错，但是真的就是缺少那个啦，守卫者要去把那个血量拉高啦，因为我们自己好像也没办法就拉太高。这种角色基本上跟马可差不多，就是你必须要赶快就是去其他地方，然后偷，然后去干扰别人，感觉是要这样子。先拉，拿完走人，不，哎，不行哎、欸，没有人去踏那边哎、欸，直接 GG， 有一堆糖果人哎，隐身，砍不到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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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为什么看不到？为什么看得到我？什么意思？我已经被发现了吗？我已经被发现了、欸，是不是有那个啊？就是有那个什么战争的那个就是雾啊，就是看仔细一点点还是看得到你在那边的那种感觉吗 ？Maybe 或许有可能。好，没关系，你让我死掉，那你们更完蛋啊、哦！因为我是守卫者、哦，我直接把这个领地踏满满，看你们怎么搞。那我还可以在。西点这边哦，放这个大火球之术，喷烂你们！注意哦，啊，还敢动我们家、啊？打飞！看我们家有人去守，然后这边完美，
守不到左上角啊，没关系，但我们只要顾好就是下面这三个就好了。哇，我们家还是被夺走了，哭了，什么东西？孤尔定干嘛？敢打你老板啊？哎，不是哎、欸，看，守不住啊！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啊！你们一定要赶快再夺几个，不然很麻烦哦。还要再夺一个，还要再夺一个。好了，拉赤犬。嘿，就赤犬在我后面。帮你们一下。快夺，快夺！完了。没了 ，GG， 哇，这场好可惜哦，原本以为有机会的，尴尬。好，那今天是我们娜美的生日啊，送了这个五个这个钻石哦，那蛮少的。为什么其他人都送50，就娜美送5个而已？什么意思？那只我自己个人也是蛮喜欢玩的哦，因为它可以就是那个隐身，之后等我们就是把它练高之后，我们再来玩哦。然后最近基本上我们的这个冠军赛好像结束了，就是这边的7胜3败，好像是没有进到什么东西，因为左下角这边没有显示了。所以如果大家有进入这个决赛的话，哦，祝福你们都可以打一个好成绩了，好不好？大家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